满满开饭了，看今天吃啥啊？大牛排。香不香？这咋今天还自个抢菜吃呢？你都啥体格的？你没有数吗？那要煎用黄油煎的话，那多油啊！就水煮就得了呗。说好啊，今天菜菜必须得吃了，听见没？菜菜不吃了，明天就没有肉肉啊。对，多香啊，看绿油油的。好饱了，盘了吧。